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生活向导节目，我是千瑞。今天我们又来到了 Saramonte Subaru 车行。一提到 Subaru， 大家就会想到它的 SUV， 不管是 Forester、Outback 都是非常有名的车型。那很多人就很喜欢 SUV 的性能和它的这种驾驶的感觉。可是这样的车在城市里开呢，会有一点点的感觉，不管是开车或者停车，有一点大哈，有点不太方便。那怎么办呢？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款跨界休旅车，既具备着 SUV 的外形和性能，又可以像轿车一样的方便。Crosstrek 是以轿车 Impreza 为基础进行修改的，它第一代是在2012年发布的，第二代是在2017年发布的。这款车的底盘呢比轿车要高一些，体积呢也比轿车大一些，但是却比 Forester 这样的体积又小一点，可以说是轿车和 SUV 的综合体，特别适合在旧金山这样非常拥挤的城市去开去停车。我们来看一看这款车的性能，对称式的全时四轮驱动系统，2升和2.5升涡轮增压的发动机，油耗高速高达34，城市高达28，你还可以选择油电混合款，油耗高达90，牵引能力是1000或者是1500磅。CVT 无级变速箱或者是6档手动变速箱，可以选择带有天窗、17或者是18英寸铝合金轮毂等功能。Crosstrek 这款车呢，分别有豪华版、运动版、限定版和油电混合版。车款不同，也可以选择不一样的颜色，最多有8种颜色可以供你选择。内饰的颜色呢，有黑色和灰色2种。这款油电混合的 Crosstrek， 它是2升的水平对置发动机，它在全电模式的时候，每加仑可以跑90 mile。这款油电混合车呢，它可以用纯电的模式、纯油的模式，或者是油电混合这3种模式可以自由的切换。如果你的电池的电量少了，可以用发动机来充电，30分钟就可以充到30%。在家充电的时候呢，可以用这种插入式的模式进行充电，把它一打开就可以在这儿直接充电了。像120伏的电压，5个小时就可以充满；240伏的电压，2个小时就可以充满了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去充电站进行充电。这款油电混合的 Crosstrek， 它在加州呢是享受卡铺的车道的，它在加州和其他州呢也会享受4500元的联邦退税计划，在一些城市呢它也有一些税务的优惠，也欢迎大家去查询一下。Subaru 是对称式的全时四轮驱动系统，那我们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，对称式就是车体呢是左右对称的，4个轮胎的承重也是一样，抓地力就会更好，你可以稳定的跑各种各样的道路。再加上苏布鲁车的发动机重心低，它的重量就会很平衡，即使在转弯或者是刹车时，它的转动的惯量呢就会很小，车身也不易晃动，你就可以享受舒适的驾驶体验。跟同级别的四轮驱动车相比，这辆车的性能会更好。Saramonte Subaru 车行不光是卖新车，它也卖经过认证的二手车和 lease 车，来满足您不同的需求。这里的服务是旧金山的 No.1， 而且他们也提供华人销售，也希望大家过来咨询和试驾体验。 Saramonte Subaru 车行有一个营救狗的计划，就是给一些无家可归的狗狗找一个新家，每台车的盈利的一部分会捐给这个项目，而这个项目是从90年就开始了，已经有30年的历史了。如果想了解更多的汽车资讯，欢迎观看大纪元的汽车板块，那里有更加详细的信息。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，下次节目再见。